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就继续学习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啊第一部分《赞净土超胜》的第二段。我们上次讲到六级佛，讲到第六级，就究竟级佛者，我们还是依着，印光大师的关于六级佛颂的开示，继续学习。那么，印光大师关于六级佛的这个开示呢，将在讲到究竟级佛的时候呢，他老人家是这么说的：究竟级佛者，从等觉再破一分无明，则真穷获尽，福慧圆满。彻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入妙觉位，成无上菩提道矣。六级佛颂，就是六级佛是从等觉进入到妙觉，等觉跟妙觉之间只差一分无明，破尽了，真穷。穷是穷源，啊，真心的源，心源彻底正德，获尽所有无明惑、尘沙惑和见思惑，全部都，这里边讲的惑是无明惑啊，全部干净了，没有了，福慧圆满，福慧圆满。二足尊啊，我们说佛是二足尊，哪二足呢？福和慧啊，圆满了。圆满以后，那么原教初住菩萨已经是法身大士，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但是他们的福慧不圆满，福慧不圆满。那么从原教初住啊，变成法身大士之后，一直到他这个妙觉位，啊，一直到妙觉位，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修福也修慧，啊，修福也修慧，圆满。然后呢，彻证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彻底的证得了，即心就这颗心。本来就具备的真如佛性，啊，那么真如跟佛性，真如就相当于天，佛性呢就相当于天上的月亮，啊，佛叫觉悟，啊，我们说性天慧日，性天呢就是真如，啊，真如叫性，真如性，那么佛性呢？就是能证真如的佛智觉悟，所以我们一般说真如叫如如，然后呢佛性叫如如智，智跟如合在一起，啊，那么真如呢相当于灯，佛性呢相当于灯发出的光，那么这个灯发出的光照谁呢？还照灯本身，在他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如如跟如如智合为一体。这个时候，我们说真如跟佛性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叫做法身。啊，这是法身。那么这个法身叫大法身概念，就是把佛的法身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呢狭义的法身，就是真如；狭义的报身呢，就是我们说的智慧。狭义的这个狭义的般若身呢，就是我们说的智慧；狭义的解脱身呢，就是真如的作用。如果大广义的法身，啊，佛在经教上义法身，这个义法身就具备我们说的狭义的三身。啊，所以，起信论里边这个法身呢是大法身概念。我们细读他对法身的定义，能发现其实里边具备狭义的法身就真如。就是咱们说的天，啊，同时呢，它还具备
智慧佛性能够照这个天，啊，那这叫般若身。同时呢，虚空啊，这个天可以呐喊万物，啊，是吧？你所有的东西都在天上展示出来，谁能离开空间存在呢？所以它的作用又很大，啊，这就是它的解脱身。那么，所以即正啊，彻正即心本具之真如佛性，真如佛性这两个就是如如即如如智，彻正了。啊，那么入妙觉位，进入到妙觉位了，成无上菩提道矣。他的菩提道到这个时候就修完了，啊，就圆满了，啊。那么颂曰啊，这个六记佛颂的最后一记，最后一集啊，究竟即佛。这个颂曰说：从来真实妄，今日妄结真，但复本性时，更无异法心。啊，这是那个六记佛颂，这里边提出两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妄和真，妄和真。从来真实妄，我们从来就没悟过。啊，从无始来，不知真法依故，这叫原始住地无明，不知道真法是一。啊，什么叫没开悟啊？什么叫无明啊？啊，就是从来未曾悟故，从来没有觉悟过，从来不明白什么个道理呢？真法是一。啊，这叫原始住地无明。那么为什么叫住呢？就是把你住在烦恼界当中，因为这个无明是根本无明，所有的末梢无明、知末无明，全是从根本无明产生的，所以它是地，它能生知末无明。为什么说住呢？因为这个无明的存在，让你在生死界住在这儿，系缚在你，让你出不去，叫原始住地。叫根本住地无明，所有的烦恼都是从这个无明产生的，所以它叫根本住地无明啊。那么从来真实妄，那么它原来有个真啊，原来有个真，后来呢，因为你有无明，你就把这个真呢就变成了妄啊，真就变成了妄。那么等你觉悟了以后呢，就是你这个妄本身就变成了真，不是在妄外边又有另外一个独立的真，咱们是把这真变成了妄，觉悟以后呢又把这个妄变成了真，真妄两个不是左右两个，不是前后两个啊，不是在妄外边有一个真，在真外边有一个妄，不是的。你觉悟了，我们现在看到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当体就是真如。你迷了，真如当体就是五蕴。啊，所以，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为什么会有真和妄的存在？啊，为什么会有真和妄的存在？我们首先讨论，我们每一个众生就是有情，就是我们啊，都有一颗心。这颗心呢，反而具备两种性质，一个叫做真如性，一个叫做生灭性。那么这个真如就相当于海啊，相当于海的湿性，这个海水是湿的，那么这个湿性的海上面刮了无名的风，在这个海上吹起了波浪，这个波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波浪怎么产生呢？它必须得有海，必须得有风，才产生了波浪。所以这个海呢，
我们说叫如来藏，是真如。啊，那为什么又要用两个词呢？真如就是真如，无名风吹到真如上，不就形成了浪，不就完了吗？真如海上，真如是就着心的真如性来称，就和我们称之为这个水有湿性一样。你看，我们说湿水波，湿就相当于我们说的真如。我们用“真如”这个字来描述水的湿性，我们用“真如”来描述我们的心性。但是我们这个心还有个相，啊，就和水有个相，水是湿的相。那么我们这颗如来藏心，就是真如的相。这个如来藏心的性呢，就是叫真如，用这个词来描述它。那么真如的相呢，我们用如来藏来描述它，就和我们说水的湿，我们用湿来描述，而水呢，我们用水来描述。那么在如来藏上，真如这个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湿啊，或者我们说的这个真如，它不变，不变，但是它有一个特性，它随缘。你看，你要迷了，我这个真如呢，就在迷心里边，能被你迷。那么真如随你迷这个缘，它呢就变成你的心的如来藏，如来藏在烦恼里。你不是迷吗？迷不是烦恼吗？我随着你的烦恼，我真如进来了，变成你这颗烦恼的心。但是虽然我变成你烦恼的心，但是我如来的本性并没变。我藏在你心当中，藏在你烦恼心当中，这个呢，就是迷。迷呢，就产生了我们说的八识，啊，八识。为什么你会迷呢？就是因为有个无名风，啊，吹在如来藏水上，产生了波浪。这个波浪就是我们说的前七识。前七识这个波浪又叠加在阿赖耶识上，就和波又加在水上，波和水的整体，七识加八识，前七加八的整体，我们称之为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不仅仅是第八的意思，阿赖耶识是第八跟前七的总称，就是换句话说，阿赖耶识是起了波的水，没有水起不了波。当一旦起了波以后，波跟水叠加在一起叫阿赖耶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阿赖耶识我们叫做生灭心，就是我们这里边说的妄心。但是你看，这个阿赖耶识是不是离不开真如，就离不开如来藏？它是如来藏上吹上了无名风，产生了七种识，最后如来藏跟前七识合加在一起，形成阿赖耶识。所以如来藏，没有如来藏就没有这颗生灭心，而如来藏就是真如，如来藏是不生不灭，就和水不生不灭一样。波，无名风一停，波就没了；无名风一来，波就起了。波有起灭，而水不生不灭，所以这颗妄心是由生灭跟不生灭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是妄心。我们每个众生不觉悟都有妄心，恭喜你，这颗妄心是它的不生不灭的心跟生灭的心叠加在一起产生的。啊，没有这颗不生不灭的心，绝对不可能有你这颗妄心。我们老说真如不变随缘，产生了我们众生的心。真如，我再说一遍，相当于水的湿性，如来藏相当于水，无名相当于风，风吹在如来藏水上，产生了波，这个波就是前七识，莫那意识、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识之七识，这七识叠加在如来藏上，啊，这个时候如来藏一旦产生了七识，我们就不管它叫如来藏了，叫什么？叫阿赖耶。啊，所以前七加如来藏形成了阿赖耶识。
这是妄心。那么我们这一颗心有两个特性，我刚才讲了，第一个叫真如性，第二个叫生灭性。我们前面那一段说的就是它的生灭性，同时还有它的真如性。那么一颗心有两个性，正是因为有真如性它才不变，正是因为它有妄心，它有生灭性，它才随缘，对不对？你说我真如随缘，你要不能投身到生灭当中来，你怎么能证明你是随缘，对不对？你随什么缘？我随你迷的缘变成阿赖耶识，我随你觉悟的缘，我变成本觉，变成法身。哎，那么你要我真如被你觉悟了，哎，你觉悟真如了，这个时候就不叫如来藏了，叫什么呀？从如来藏里出来了，变成法身。你一迷呢，哎，真如呢随你迷的缘藏了，藏在烦恼当中，如来藏。所以如来藏、如来藏跟法身是一体，而处在两种不同的状态上，一个是在觉悟的状态，一个是在不觉悟的状态。所以你看，真如随缘，随你迷的缘它变成了阿赖耶识，随你觉悟的缘啊，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我们叫和合识。什么识跟什么识合合在一起啊？八识跟前七识合在一起叫和合识。和合识一破，七识已没有，八识一转成四智，那时候就不叫如来藏了，叫法身。那时候说你觉悟了，你看真如不变啊，不变的真如随了迷和悟的两缘，迷了产生众生，悟了产生佛法身啊。我们是什么身？我们是业报身，因为迷所造成的。佛是什么？佛是法身，法界身，这是法界很大。法是极端之称，界是边际，他的身体无边，哪有法哪就有他，法界啊。那么法界身就是简称法身，跟我们的业报身那差大了，是吧？我们叫五蕴业报身啊，它叫法身。那么真如正是因为你说真如不变，如果你不随缘，我们为什么说你不变？就是因为你在随缘当中不变，我们才称之为你不变，对不对？你要不随缘了，你本来就这样，你什么变不变啊？根本没给你提供变化的条件，根本就没让你环境改变，你怎么说你不变，对不对？那正是说明说你真如不变，就是相对于生灭门来说，你在生灭的状态下你始终保持不变真如。虽然你随缘变成了迷和悟啊，迷产生众生，悟产生佛，十法界出来了，佛法界再加九法界，九法界叫做迷的法界啊。咱们克时而论，说到究竟处，菩萨也不是觉悟，没觉悟到圆满，只有佛是圆满。那么圆满的佛界和九法界，这十法界是不变的真如随缘产生的。但是随缘产生的十法界呢，不变还是一个真如。所以九法界是真如的无明的幻用，不是有无明吗？这个无明在真如体上产生了幻用，不是真实的。有九个相：菩萨相、声闻相、缘觉相、六道众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真如的幻用。但是这个幻用很可惜，是不好的幻用，产生了九个，是因为无明产生的。同时呢，还有一个无漏，无漏也产在真如体上也产生幻用。什么幻用？佛啊，你看佛的报身、化身啊，这也是幻用，
是无漏的幻用，而菩萨以下的九法界是有漏，是无明的幻用。所以一个心当中有两个种子，一个叫无明种，一个叫无漏种。无明种起作用，产生九法界的幻，不觉悟的幻象；无明种、无漏种起作用，产生了佛法界的觉悟的幻象。所以，佛也不能执着。啊，十法界是不变的真如，随觉悟和迷的缘产生了十法界，而十法界实际上都是幻用、幻象。那都是幻象，都是幻象的话，越听越糊涂了。真如吧，随了缘了，产生十法界，十法界又是幻的，那到底什么是真的呀？对不对？什么是真的？哎，那我们还能不能得到真的？我们还能不能得到真的？能得到，能证得，啊。证得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说的法身，叫真如法身。这个真如，它不变，首先无始无明，把这个真如带到了我们这颗心，变成我们这个迷惑的心。我们这个迷惑的心，通过累劫修行，慢慢慢慢掉过头来，变成觉悟的心。变成觉悟的心之后，我们发现这颗心的真如性，这颗心的真如性。那么这颗真的，这颗心的真如性是在我们在迷心当中找到的，是把这个迷惑的心觉悟了，找到了这颗真心。这个迷惑的心它有三个作用：第一个它迷惑，第二个它起业，第三个它受业报。惑业苦，我们通过这个迷惑的心找到了正德的这个真如心，它也有三个作用。我们说三德：法身德、般若德和解脱德。这是都是在我们说的心的生灭这个现象当中产生的。啊，无明有了是因，产生了众生迷惑的众生，把无明一去掉，这个迷惑的众生可掉不了。无明一没了，众生没有没有，众生还在。那时候的众生是什么？就是佛了。那么，因为无明的这种覆盖，众生有三个现象：起惑、造业、因业受苦。因为把无明去掉，无漏种子，啊，起作用了。那么，把这个惑业苦变成了法身、般若跟解脱。这个时候的法身。就叫真如，找到了，就和我们找到了水一样，波一没有，我们就找到了水。但是这个水，诸位，和这个波，是不是离开这个湿性就不能存在？对吧？你看波是怎么产生的？波是蓝水成波，它是靠水产生的，所以波本身并，它是依靠水起来的。叫依他起，啊，这个水呢，有独立的吗？没有，独水是依靠湿产生的。既然它依靠别人产生，它当体就是虚幻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水跟波都依靠湿。既然波也是，水也是，所以湿性不变。无论你是波的状态还是水的状态。我这不变的是随你波的缘，随你水的缘。虽然随了你的波缘和水缘变成了波或者水，但是我实性不变，我还是实的。我不是你说的波，我也不是你说的水，非一，不一样。不能说湿就是水，不能说湿就是波，但是没这个湿又产生不了水和波。既然水和波是湿产生的，水和波当体皆空，了不可得。所以，我们这颗生灭心，啊，是水跟波的叠加。当我们把这颗心觉悟了以后，我们发现了一滩水，波没了。这颗水
就我们说就是佛，就是我们的法身啊。但是这个法身，你管它叫这个法身，它有三个功能。刚才我说了，一个法界身啊，第二一个般若身，第三一个解脱身。这是大法身含三个狭义的身，小法身、般若身跟解脱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找到了真如。哦，那法身就是真如。你看，我们老说真如法身，那我们还是得到了法，还是得到真如。你不说真如没相吗？真如非有非无吗？是不是？真如非有，真如非无，真如非又有又无，非有非无。怎么说真如你都不能说它，你怎么又说得到了呢？你不是真如就是法身吗？法身就是真如，法身无相。你说它有吗？没有。你说它无吗？也不是无，法身。你说这法身又有又无，处在这法身处在有的状态吗？实实在在存在吗？不是。那法身就是处在一个没有的状态，也不是。那么这个法身处在是不是这样一种中间状态，又有又无，也不是。哦，那法身是不是处在一个非有非无的状态，也不是。法身处在一种状态，不能用语言，不能用文字，不能用心来琢磨。所以法身就是真如。如果真如不可得，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对不对？真如既正是因为可以证得，所以我们才那么努力的修。那我证得这个真如从哪儿来的呢？从你的生灭心当中来的。你的生灭心就是真如加上烦恼，可以这么说，变成你的生灭心。你把烦恼去掉，真如心就是真如心。啊，烦恼可以灭，真如不能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如。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如，随着烦恼变成了如来藏，随着觉悟，它就变成了法身。如来藏跟法身都是水的湿性的两种存在状态。如来藏我们称之为冰的状态，是吧？法身说是水的状态。水和冰同一实性，冰也要靠湿来产生，水也靠湿产生。而冰和水就是我们说的心的生灭性，而冰和水的湿性就是我们说的心的真如性。没有这个真如的湿，就不可能产生生灭的冰和水，没有冰和水，你也找不到这个真如的湿。湿在哪儿？你把冰和水都扔了，你能找到湿吗？哦，那湿就一定在冰和水里边才能找到，对不对？那我找到了这个水和冰，我能认为它就是湿吗？不是，它是湿的相，冰相跟水相。那么既然是湿的相，就是样子，啊，湿的存在状态。那么这个冰的这个湿在冰的里边可差太大了，跟水里面。你看人家湿在水里边这个作用多大，是吧？能够浇地，能够喝水，能够流动，是不是？哎，能够洗衣服，哎呀，这水的功能太大了。你看处在水，湿处在水的状态的时候，它的能力很强。我们说真如相，叫真如的功德相。功德就真如，你们不是说有能力吗？真如不是有能，有什么能力？你看看水多有能力，你不用则已，用它就能起作用。所以水是湿的相，湿是水的体，就和我们心一样，我们心的体叫真如，我们心的相叫功德相，就是我们说的般若，就是我们说的般若，它的相能力相当大。所以你看水的作用啊，
是不是把诗给充分发挥出来了？诗有没有用？你看水有没有用？啊，水多少作用？那你能说诗不伟大吗？那么水的作用顺从了诗的本性，把诗发挥出来了，对不对？要不然人不认识诗，对我们有什么利益？水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我们从此同认识到诗的伟大，诗的存在，诗的作用。那么是不是水能够充分反映诗？本来诗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这个诗要在冰的状态下，可对不起了，那就全完了。诗就觉得特委屈，我明明可以浇地，我明明可以被人家喝，我明明可以被洗衣服，啊，我的作用这么多，你看我现在真冤枉，跑到你冰的状态下，我这些作用全都发挥不出来了。冰就是凡夫，就是迷惑的众生。真有这个诗性，没诗性怎么能有冰呢？但是诗性真的发挥不出来，在冰的状态下全部给封藏了，丧失了，表面上丧失，本质上一点也没失去。到了水的状态，把这冰一加热，加到零度以上，变成了水，立刻水产生，水一产生，水的作用就恢复。那么水的作用一恢复，那诗的作用就大了，对不对？诗的能力就显现出来了。我们管诗的能力叫做真如的功德相。你既然有能力，那我有能力，啊，我英语六级，啊，我能跑十秒钟，我能跑100米，我有能力。你跑不跑？你英语六级，你翻译不翻译文章？你给不给人当翻译？给，你有能力才能有作用。啊，那我写文章，啊，那我去跑步。这就是真如的用，大用现前，对吧？一旦恢复成水，这个水的作用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作用广泛。水的大用就随之它变成水之后就展现出来。在冰的状态下的时候，我们说水的能湿的能力存在不存在？存在。湿的作用有没有？还有，但是处在零下状态。处在被封冻的状态，这个时候，冰是由水造，是由湿造成的，而冰又没有水的作能力，又没有水的作用，但是这种能力跟作用又确确实实在冰当中。这个时候，它的能力跟作用，我们称之为无漏种子，埋藏在冰里头。一点都没丧失，无漏处在种子状态，封住了。一变成水，这个无漏可就不跟你开玩笑了，从种子状态就起了现形。嚯，这个无漏种一起了现形，那它的相就是水相，啊，那它的用就是水的大用。没有湿这个体，不行；有了湿这个体，我再有水的相。我带有水的用，我们管这体相用这三者加起来叫大乘。大乘就是我们心的真如性，这个心的真如性它具备体，具备相，具备用。体真如，不能用文字，不能用语言，不能用想象。没相，一相无相，无差别相，无生灭相，你怎么说吧，反正多少种语言来形容它，它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是它的体，它的相呢就是我们说的能力，大智慧光明意，遍照法界意，常乐我净意，啊，寂静不变异，啊，就它的能力太大了。
您不是说真如没差别吗？他有功德，但是他的功德很多，说也说不尽，讲也讲不完，功德之间没有差别，这太难了。怎么功德之间没有差别呢？你到底是什么功德呀？您是帮我拉车呀，您是帮我做饭，你这两个能力啊，这两个能力，做饭跟拉车，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对不对？你怎么能说他们之间没有差别呢？啊，既然你说真如具备无量无边的功德，你又说他具有大智慧光明意，你又说他具有遍照法界意，你又说他具有常乐我净意，你啰啰啰嗦说真如的功德说也说不尽，你说了那么多，那不这些多和多之间的这些法、佛法、这些净法，那互相之间都有差别啊，那是怎么回事？矛盾呢？真如没相啊。真如有功德，而功德之间是无彼此差别之相的，怎么会有这么多差别呢？说是根据心的生灭现象，它有差别。你有贪嗔痴，哎，我说这个真如啊，无贪无嗔无痴，对吧？心的生灭，烦恼是不是有贪嗔痴啊？烦恼很多种，84000种烦恼。而真如没有这84000种烦恼，我们是不是得说一说，真如可没有贪，哦，真如无贪，真如可没有嗔，哦，真如无嗔，那是因为你在烦恼的时候有很多种说法，我翻你这种说法，我掉过头来在描述真如的时候，你有多少种麻烦，真如就没有多少种麻烦，所以真如有功德相，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你生灭有很多描述，你烦恼有很多描述，而真如翻你这个烦恼，他没有这些烦恼，所以我们说真如没这个没那个没这个。你无明就是昏暗，所以我们说真如大光明。你无明，你只能看我眼前这点东西，你不能遍照法界，我只能我六根接触到哪儿我知道哪儿，很狭隘很局限。哦，你是这样的哈。你烦恼是这样的啊，你的认识世界能力就这么差啊，眼耳鼻舌身意就这么点小范，我告诉你，真如遍照法界，没有不知道的。那是因为你有局限，我说真如没局限，所以我们说真如有个没局限的功德。其实真如就跟人掉眼泪特冤枉，他说实际上你拿这个东西来形容我，那你就按这么说就这么说吧，我确确实实没局限。哦，你看真如有一个没局限的功德啊，能够遍照法界，啊，真如有个大光明，它有光，那是因为你生灭当中有暗，我们说真如是光，要没你生灭这个暗，不能用光来形容真如，是因为你在生灭当中不能遍照法界，所有的事物你不清楚，你只能吃进入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翻过来头说真如，所有事情都知道，哎呦，真如真有本事，所有功德都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说真如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而这些功德并没有差别，是一个性，是一位无漏位，没有烦恼，第一义，一个性圆成实性。我们烦恼界不一样啊，你看我们说烦恼啊，有根本烦恼是吧，有知末烦恼，啊，你说我们说有随烦恼，啊，有根本烦恼，有随烦恼，而根本烦恼当中又有贪嗔痴慢疑邪见六种，你看多丰富啊，多复杂呀。是吧？翻过头来说，真如没烦恼。没烦恼是个什么样子，那咱确确实实没法说，没法说，说说尽量和我们这些有烦恼的人，因为你离开文字我们就不理解不了真如。哦，那佛说行了，那你们在烦恼当中是不是有贪呢？是啊，真如没贪。你在烦恼当中是不是有放逸啊，随随便便？是。
真如没妨矣。你们在烦恼当中是不是有懈怠啊？有真如精进。那么你在烦恼当中是不是忍不了啊？容易跟人发脾气，有嗔恨啊？是，烦恼无嗔，能忍。六波罗蜜，相当于六烦恼。所以我们说真如，这六波罗蜜顺从真如，是这意思。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说，我们心有它的生灭性，是因为真如它一定要随缘，它在缘分之外没有独立的真如。说这个真如独立于缘分之外，独立于迷的缘，独立于悟的缘，在众生跟佛之外有没有独立于的真如在那待着？它既不随我们迷的缘变成众生，它也不随我们悟的缘变成佛。在佛和众生之外，这两颗心，觉悟的心跟迷惑的心之外，有没有宁然真如？没有。真如要不然随迷惑的缘变成众生心，要不然随觉悟的缘变成佛心。你有真如，这首先要恭喜你。同时，你想把真如甩掉，对不起，不可能。要不然，它随迷变成众生，在生死六道轮回；要不然，它随觉悟的缘，你变成佛，变成法身，利益众生。何去何从？别琢磨了。你今天是众生，是凡夫，你就一定是真如在产生问题。第一，你有真如；第二，真如随了迷的缘。我不想迷，我也不想要真如，我什么都不是，就挺好。对不起，真如甩不掉，真如不生不灭。你既然有了真如，你想灭掉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在承认真如的前提下，把它从迷的状态变成悟的状态，这是你要做的。你压根儿就甭想我把真如灭掉。那不就全完了吗？我也不想迷，我也不想悟。那么迷很痛苦，六道轮回；悟吧还得修行，对不对？多累呀！我干嘛那么累呀？我也不想生死，我也不想觉悟，我一切全空不就完吗？不行，你必须拿这块真如，因为你的心就是真如做的。那我把这颗心给别人吧，给不了别人，它不生不灭。哎呦，那既然这样，就和我们妈妈生孩子似的，要不然您别生，生下来你就得把他养大。真如就相当于这孩子，跟着你呢，怎么办吧？要不然你不教育他，你不管他吃不管他喝，把他饿死；要不然你就得把他抚养成大。你想甩掉他，对不起，这篇过去了，他生下来了。这颗真如不变随缘，既然产生了你现在这颗妄心。下面的任务，妄心就和冰一样，太痛苦了，所有失性的作用和能力都发挥不出来。问题是现在你别想把这冰给灭掉，问题是我把这冰如何变成水？变成水干嘛呀？变成水，变成水对我有什么好处？哎呦，您看水的作用，那跟冰怎么比？您看水的能力，那跟冰怎么比？所以从善如流，我与其死抱这块冰不改啊，我明明有水的能力，我明明有水的作用，我就是不发挥，我就不让它显现出来。这叫理即佛，理论上是冰是水，实际上是冰。哎，这个冰突然知道，哦，我原来是水。哎，我只不过因为在零下，是不是啊？哎，我变成了冰，这个道理我明白了。我只要到了零上，我就能变成水，名字即佛，懂道理了，开悟了。然后这个冰知道自己是水，我能变成水。我要变成水，我跟我的冰差别太大了，这个理儿我都懂了。我开始读诵经典，开始用经典的观点来修正我的行为，观行即冰。这个冰在修行了，开始了。
开始真干了。观就是修啊，行啊，修行，观行即佛。观行两个字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叫观，放下叫行。真干了，正果了没有？没有。哎，观行即兵，观行即佛，再往上什么？相似即佛。水真的出现水了，冰泡在水里边了，但是冰还有。咱们要是夏天，哈、啊，把那冰打碎了，因为你说这个，给你一盒冷饮，这个冷饮里边有水吗？有，有冰吗？有，冰水混杂在一起，相似即水，相似即佛。你说它是水吧，它没完全，它有冰；你说它是冰吧，它又在水里面。这个水是什么呢？见思烦恼断掉所产生的。因为相思即佛，就没有见思烦恼了。相思即佛的低层啊，是没有了见思烦恼；相思即佛的高层是没有了尘沙烦恼。哦，那水就更多了。夸到了分振即佛啊，分振即佛就相当于这个相思即佛，这个冰连冰和水在一起，水的成分越来越多，百分比越来越高，冰越来越少，突然有一天冰没了，全是水了。分正分真分正即佛，分正即冰，分正即水，全是水了，对不对？哎，没冰了，没冰就相当于没烦恼了，见思尘沙无明都没了。但是特凉，太凉了，这是刚刚脱离冰的状态，比零度没高一度呢，0.01度，对吧？所以冰的习气还有，对吧？因为它刚刚从冰的状态脱离出来，仅仅靠着冰，它跟咱们自来水15度可差大了，它冰的习气还有，凉啊，真凉！你把手搁进去，那零水零度的水，它是水，你试试，那跟你15度的水差远了，跟常温的水差远了，那怎么办？从0度的水变成1度的水、2度的水，最后变成42度的水，妙觉菩萨，41品无明习气破掉，就到了究竟即佛，就究竟即水了，那水是真的。常温，你不热不冷，正常。本来水就是这种状态，就这意思。那么这个诗，我们说，我们就是我们心的真如。这个诗随动缘变成了冰，就是我们今天的烦恼心；随觉悟的缘。这个诗虽零上一度的这个缘变成了水，就是我们今天的觉悟成了佛。反正这个诗你是有了，你自己准备怎么着吧。你愿意让它处在冰的状态吗？那你太傻了，它明明是水，你干嘛那么浪费的呢？让它发挥作用啊。这保险柜里有钱，你干嘛老锁着它？打开了用啊，买衣服买地买房子，你放在冰柜，你放在保险柜里有什么用？那就是一个数字，放存折里了，就这意思。那有钱真麻烦，还得存还得用，我把这钱给它烧掉不就完？这钱可以烧掉，但是你的真如性可烧不掉，你必须永远携带着它。这明白这个道理，叫做你观到家了。哎呦，我得断恶修善，因为这东西老跟着我，我干嘛让它处在恶的状态受罪，对不对？我闲着也是闲着，我把这个好东西用起来。所以你既要知道恶跟善都是虚妄的，都是失的反应，但是你又不能处在迷惑的状态，迷惑的状态太苦了啊，六道轮回，
生死轮转，过恶深重，那我应该处在觉悟状态。你千万不要把觉悟状态当成它真有一个觉悟的状态，这个觉悟状态也是真如变的，你不能执着觉悟。哎，我成佛了，啊，啊，我有能力了，我有般若了，啊，我有解脱了。啊，我有佛法了，是吧？我有大智慧光明意，遍照法界意，常乐我净意。您看看我这个佛法全部彰显出来了，无量无边呢。完了，你有这个想法，你把它当成真的了，你把它当成实实在在有的，你又落在烦恼当中，你又回去了。那它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你真正获得了吧，但是什么都没得到。不可说，不可思议，一说就错，一想就歪。真正能证得，证得真正什么都不能说，就得证得真如。啊，那么我们一直在一个能说、能写、能想的世界里，这是个生灭世界，而这个生灭世界确确实实是由真如在烦恼当中产生的。我们的问题是要把这个真如从烦恼当中拿出来，把如来藏的状态给它显现出来，把冰的状态恢复成水的状态，恢复成水的状态叫觉悟，在冰的状态叫迷惑，叫不觉。觉与不觉都是依靠真如产生的，而真如在觉的状态和不觉的状态下从来没有说我随你不觉，我真如就有烦恼了；我随你觉，我真如就有智慧了。不，众人说你别给我弄这个。我在烦恼当中状态当中，我也没有失去我的真如性；我在你们觉悟的状态当中，我也没有失去我的真如性。真如不是觉，也不是不觉，但是不觉违背了真如。而觉顺从了真如，它是顺从了真如，它不是真如本身。就和这个房子，你喝多了酒它转了，你醒过来它不转，这个不转，这个转的房子肯定跟这房子不一样，违背了这个房子。那我醒了以后把这房子看成不转的，其实这个房子没有不转，它压根儿就没有不转过。那是因为你转了，你说我不转，但是它比那转要好多了。这个不转的房子顺了这个房子，但是这个房子从来就没有你说那个不转。当我一旦看到这个房子，认识到这房子，我在烦恼当中，我给这个房子，我认识它了。我通过我在烦恼的这个心，通过修正，我证得这个真如之后，我来描述这个真如的时候，我这种描述都是烦恼。不是真如本身，就是我喝多了酒，我看着房子转，我醒过来以后，我说这房子不转，我说这个不转两个字的时候还是烦恼，因为你着相了，它没有不转的相，但是它比那转强多了，对吧？转是完全不符合这房子，你说这不转 ，OK， 非常非常符合这房子。当说我们说。当你突然发现这个房子不转的时候，你突然就明白，哦，这个房子没有不转。你证得这个房子不转的智慧突然消失了。你突然发现我说它不转是错的。我不能用不转来形容它。这个时候你还有智慧。你说它不转的时候，这个智叫什么呢？叫出我们说的烦恼产生的智慧，不圆满的智慧。当你在烦恼这个，当你这个智慧到了圆满的时候，突然证得这个房间，不能用不转来形容它。它是不转是顺了它，但是它不是不转。你看这种，突然你这个智慧就变成如如智了，就不是我们说的世智，就不是我们说的俗谛的智慧。不是起心动念所获得的智慧，是根本智。这时候，你认识他那个不转，
跟房子，你认识这个房子不转的智慧，跟这个不转的房子同时消灭，合在一起，是什么？法身。什么样的？那样的。明白吗？所以，那我们不是还有报身吗？佛不是有报身吗？说，佛的报身跟法身是合在一起的。你看，这时候就合在一起了。当你真正，那你的报身，为什么我们说佛有报身？因为佛是从凡夫这个因地过来的，对你这个修因的这个过程，我是不是得有个结果呀？我修了半天，我得到什么？我得到圆满的智慧哦。那是，你对这个我在凡夫地这个艰苦的修行，我有一个结果，正果了吗？正果的这个身，叫做报身，因为有因，我得到了这个果。我对于因来讲，我有个报，因缘果报，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佛有报身。但是真正等佛证得这个报身，凡夫说，你看他得到报身了，他是在凡夫的这个因地当中，通过累劫修行，他获得了一个结果。在他不觉悟的时候，他是这样身；在他觉悟的时候，他是这样的身。所以我们管那个身叫报身。他是对因地的修行来说，但是真正佛可没这么说，说我有报身。那是我对我从凡夫修过来这一路，我得到了报身。这个时候报身一获得，就相当于我们知道这个房子是不转的。这不就是一个报身吗？你怎么能够看到这房子不转？因为我酒醒过来，这么一个过程。我原来把它看成转的，我现在把它看成不转的。相对于我因地当中这个不转，我今天看我相对于我因地当中这个酒醉的时候这个转，我现在有一个不转。那么这个不转是不是我喝水啊，这个休息啊，然后甚至到医院打点滴，酒醒过来了，我得到了一个不转的房子。那是相对于你这个转的房子说的，而这个房子哈哈一笑，是你把我说成转，我就随着你转；你把我说成不转，我就不转吧。我从来没自己的意思，我随你们两人这个缘，我随你迷惑的缘变成转，我随你觉悟的缘变成不转。但是转和不转都是妄的，真妄同二妄，都是假的。我这房子就不能用转和不转来描述。但是不转符合我，这个指头指向太阳，对吧？不是没指向月亮，这个指头错了。我要您给我指向月亮，啪哦，你要月亮哈，我这指头夸指向月亮了。你通过这指头指向月亮之后，这个指头是不是顺着月亮？是吧？顺着月亮，刚才顺着太阳，我别错了，我让你指向月亮哦，我给你指向月亮。是不是这个指头同样是这个指头，指向太阳的时候是不对的，对不对？我让指向月亮嘛，我指向月亮，你可千万别把这指头当成月亮，它只是顺着月亮，你通过它找到月亮，我们通过不转的房子找到这个房子，但是你可千万别认为这个房子就是不转的，是这个意思。当你真正找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它是说。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语言、文字跟心理动念头这个世界，我们必须得这房子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呀？那就你说点那种跟烦恼相反的东西吧，就这个。但是一个千万别把你认为烦恼翻过来那东西就是真如，不是。啊，真如的幻用。无漏的幻用，符合这个真如了，但是毕竟是幻用，不是真如本身。千万不要认为我证得真如之后，真如是有形的、有色的、有相的，是看得见的、是摸得着的啊！我真正能获得这东西，所以你这么一弄，又变成有我、有人我、有法我，又落在烦恼当中了。而真如是没有人我，也没有法我的。那还有我吗？我修了半天，
no， 没我了，有你，大我，大我。啊，你现在有你吗？有，你有你什么状态？八十，阿赖耶识、莫那识、眼耳鼻舌身意，前六识，你把这个八十认为是我。那我修行完了以后，八十不在了，破和合识，八十不是不在，转成四智。烦恼灭了，智体不灭，智性不灭，所以还有你。但那时候的你可比你八十的你，那要强太多太多了。那阿弥陀佛有四智吗？转烦恼成菩提，转八十成四智，转了。那我这个四智跟阿弥陀佛的四智有区别吗？没有。那还有我吗？有你，你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那还有蚂蚁吗？有啊，你就是蚂蚁。你有妄念，你就把它看成蚂蚁；你没妄念，你就把它看成是你。所以，所有的众生都是你，他们举心动念都是你在举心动念。所以我们那时候遍照法界，所有法界的这些众生，无论是佛还是什么。你都知道，一个真如啊，所以非常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很多学佛的朋友经常跟我吃饭，我见面的时候就说：“那我修了半天还有我吗？”有你，大自在啊。所以说啊，所以我们记住，一个心是有两个性，一个叫真如性，一个叫做生灭性。正是因为有真如，才会产生生灭；正是因为有生灭，我们才能找到真如。你把生灭抛掉了，你去哪儿找真如？真如全变成生灭了。生灭之外没有别的真如。你找到生灭，你也别乐。我告诉你，这个生灭当体无性，了不可得，是虚妄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真如。这生灭两种状态，一种是佛的状态，一种是众生的状态。众生太苦了，佛太乐了。既然生灭不可能去掉，那我选择生灭当中的佛，我不选择生灭当中的众生。既然湿性去不掉，我不选择湿性的冰的状态，我选择湿性的水的状态。这才叫修因克果，要不然修什么呀？冰就老是冰，不就完了吗？不存在修的可能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因果规律是佛法的纲骨，就是因为这个因，零度以下是因，得冰是果；零度以上是因，得水是果。所以因果规律是不可消灭的。所以不尊重因果，不相信因果，你就不是学佛的。因为人真如在不变随缘产生生灭的时候，是要靠着因缘来产生的，它不是平白无故就变成凡夫。诸位要知道，生灭当中有佛，生灭当中有众生，有十法界，十法界的因，来搅动这个真如变成了这个法界。没有这个因，绝对真如不跟着你变成这个生灭。所以生灭虽然无性，当体皆空，但是生灭要产生，必须得有因缘才能产生。见思烦恼是因，六道众生是果，他把真如变成六道凡夫。尘沙烦恼是因，三圣法界是果。无明烦恼是因，十法界顿时出现是果。见思烦恼因灭了，六道不在了；尘沙烦恼灭了，三圣不在了，阿罗汉菩萨。小声闻缘觉菩萨不在了，无明没有了，十法界没了。哎，你不说十法界有个佛法界吗？那个佛是报身佛，当你无明一没有，报法合一，报身也没了。大家明白这意思？所以十法界的佛
可不是我们说的严格意义上佛，是生灭生死界这边的佛，是针对凡夫修得报身的。但是他一旦证得圆满报身之后吧，就像我们刚才说，这指头一旦看到这月亮吧，指头和月亮合在一起了，就和我喝醉了酒，我突然醒过来，我看到一个不转的房子，这个不转的房子跟原来本质的房子合在一起了，不转的房子也没了，被你看的房子也没了，你获得了一个真如，就这意思。啊，那你怎么能说因果规律不存在呢？那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何去何从吧？你是愿意把这个烦恼的因去掉证佛果呢，你还是愿意保持这个烦恼的因在这个十法界待着？你肯定是聪明人呢。虽然生灭无性，但是生灭宛然，清清楚楚，历历在目。生虽然历历在目，但是确确实实的当体无性，就是一颗真如。虽然镜子能显出万象，但是相确确实实脱离镜子它就没体。虽然这个镜子能显出万象，但是镜子里边确确实实什么都没有。虽然镜子里边什么都没有，但是它能显万象。我们看到的十法界就是真如的相。我们说真如就是镜子。虽然真如能显出十法界的相，但是真如里边什么都没有。虽然真如里边什么都没有，并不妨碍它产生十法界的相。那我到最后得到的是镜子呀，我还得到相，你得到的是镜子跟相在一起。哦，那我得到镜子，镜子就是相，那我得到相，相的就是镜。你什么都得不到，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不从外来，不从魔得，菩提非可生相，非可修相。你别想着它能生出来，你也别想着你是修得的。到那时候就常寂光了，一尘不立，一法不存，而万法原备，万德原彰。啊，所以究竟即佛就是这种状态，从来妄是真，从来真是妄。啊，今日妄结真，正得了，啊，但复本实性。当你只是你恢复了你本来的样子，更无一法心，没有一法是新的。你本来就和那冰变成水一样，千万别高兴。哎呦，我有水了，我能洗衣服了，我能浇地了。你本来就具备这个功能啊。但复本实性，但复你水的本性的时候，更无一法心，没有一法是新的。本来你就具备，那为什么我显现不出来？那你不是无漏处在种子状态吗？那为什么我今天又恢复了呢？因为你无漏的这个种子变成现形而已，更无一法心，本来就具备，啊，知道这一点就不要自卑，啊，知道这一点你也不要骄傲，每个众生跟你都一样，更无一法心。你千万别认为你有什么本事，你自性本具的，你也不要为他高兴，你也不要为他悲哀，啊。那么从来真是妄者，未悟以前，在没有觉悟之前，执此皆空之五蕴，凭着这个什么都没有的五蕴，而妄生执着。五蕴不就色和心吗？色、受、想、行、识，后边这个受、想、行、识是心法，前面是色法，是物质。那么，执此皆空之物质跟精神，皆空的，没有的，而妄生执着。你执着，执着在这个没有的境界当中执着。色法、心法互相行力，色跟心是互相存在的。有了心才有了色，有了色才显了心，没有了心也就没有了色，没有了色也就没有了心，彼此是相互存在的。那么没有左就没有右，那你说这个右是独立于左能存在的吗？不行，对吧？你右你还挺牛，哎呦，我是右，我告诉你，没这个左根本就没人，你没你这个右，哦，
那物质你也别牛，哎呦，物质真伟大！你看看，这又是钢又是铁，我告诉你，没这颗心，你根本没这物质。你还别牛，这个心很伟大，心你看我，这物质是我的，我告诉你，你心在哪？心就在物里边。你没这个物，也显不出你这个心。你们俩谁都别骄傲自大，谁都别认为独立离开对方能够互相存在，互相行力，相对存在。这是五蕴的本性，既然相对存在，就不是真实有。啊，那么色法心法互相行力，则苦厄随生。你在五蕴当中执着，你执着有色有心，起惑造业，苦厄随生就随着产生了，就讲了宇宙人生的道理啊。你把这个皆空的五蕴当成真有，在这里边起惑造业，执着妄生执着，最后就有了苦和恶。既悟之后，觉悟了以后，亦执此五蕴，还是这个五蕴身心色受想行识，而全体是一个真如，了无色心五蕴之相可得，根本就没有五蕴这个相能得到。那我确确实实感觉到有色受想行识，你怎么说没有它呢？偶益大师在《起心论列王术》当中有个比喻，这个五蕴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人得了红眼病，眼睛啊，夏天游泳，细菌感染得红眼病了。得红眼病以后，一看这个灯啊，本来是白的，就看成五种颜色，炫光。我得过红眼病，啊，小时候不注意卫生，得了红眼病，看着灯就觉得好像是。第一看不清楚，本来这灯吧是一个圆灯泡，看成是一个光魂、光圈，而且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颜色。那是有吗？没有，这灯没有五种颜色，灯也没有那么大，那是因为你眼睛有病，你把这个原来没有五色的灯看成五色，原来小的灯泡看成了大灯泡。当你眼病一治好，你发现哦，五蕴皆空，没有，所以了无色心五蕴之相可得。当你觉悟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它了。就这个意思。那这个欧一大师说，眼有赤盲，赤色红色的盲，望见五色光转，看到五色光在那转。生盲一去，赤盲一去，五色光就没了。故曰：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觉悟了。这五蕴是妄的，就是一颗真如心。哎呦，那是什么样的心？不可说，不能想，也写不出来。为离念者所证。只有靠离念的人才能证得，不是说得的，不是描写出来的。啊，具备一切功德相，但是又无相可得；具备一切功德，但又无相可得，为离念者之所证也。只有离开念头的人才能证得。啊，而全体是一个真如，了无色心五蕴之相可得。故曰：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也。然此所证之真，然而你所证得的这个真啊，并非心得，并不是你心得到的，不过复其本具之真如佛性而已，不过是恢复你原来本性的佛性而已。你原来就有，不过是在种子状态啊。故曰：但复本实性，更无异法心也。你只要恢复你原来那种状态，它就在那儿，啊。那么又众生在迷，见佛菩萨及一切众生皆是众生，因为你迷，所以呢，你见佛菩萨、见一切众生全是众生。那是因为你迷，故毁谤佛法、杀害众生，不知罪过。
因为我们迷，我们认为这是鸡，这是牛，这是羊，这不是佛，所以我们把这个本来都是佛的这些东西看成了不是佛，然后怎么办呢？毁谤佛法，啊，杀害众生，不知罪过，反以为乐，还以这个为乐趣，是吧？佛即彻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心，佛彻底证得了心佛众生没有差别，众生就是佛，佛就是心，心就是众生，这三个东西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你吃这个牛，就吃你自己的心。心佛众生的三无差别，对吧？你喝这个鸡汤，就是喝你心汤。心外无法，在你心之外没有另外的羊和牛。那是因为你迷了，你把这一颗真心看成了牛和羊，然后产生了五蕴色受想行识，然后你把这五蕴逮着，你再杀了它，你再吃了它而已，你就是这样啊。那么解，那么又众生在迷见佛菩萨啊，即一切众生不是佛菩萨，这些人有情皆是众生，故毁谤佛法，杀害众生，不知罪过，反以为乐。佛即彻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心，见一切众生完全是佛，故于怨于亲皆为说法。所以他彻证了，他认为心佛众生都是佛。那么怎么办呢？他无论是跟我好的亲人，跟我是冤家对头，皆为你说法，对他来讲都是佛啊。那么令得度脱，让他们得度脱，纵令及其恶逆不信之人亦无一念弃舍之心，即使是那些极其恶逆忤逆十恶，杀佛谤佛，打父母杀父母，造忤逆十恶重罪，这些不信之人也无亦无一念弃舍之心，也没有一丝毫的要放弃他的这颗心，一念之心，一念一秒钟的这颗心都没有，念是时间单位，以见彼是未成之佛故也。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看到他，他是没有成的佛而已，他是佛，只不过是没有成而已，理即佛，他是佛，他处在理即状态啊，以见彼是未成之佛故也。这就完了，六即佛。那么什么意思呢？那么就说我们回过头来看，言一言统摄者，所谓静也，静极则光通，非至妙绝，此一言起义成当，于六即佛颂言之可知也。我们回来总结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静字不那么容易得到，你看要通过六个步骤啊，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寂。那这跟净土有什么关系？说不是印光大师在前面说吗？他说若略言之，一言一句一记一书可以包括五语，就净土啊，法门呐、啊，用一个字就可以给它包括，无余就是这个净字。换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得到这个净，因为这个净字就描述西方的嘛。一言就是一个字，可包括无余，这个字就能把西方极乐世界全包括无余。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个净的世界，净极则光通。你觉得哎呦，就是一个字就把西方极乐世界描述，那这个字，那西方极乐世界也没什么嘛，就一个字就能说明白了，那太简单了。西方，那是印光大师，你可别拿这当不当回事儿，不是妙诀这一字你能得到吗？你看看得到这个境需要多大的步骤，需要多长的麻烦，多少的麻烦，从理即佛一直到究竟即佛，你才得到这个境字，那是妙觉菩萨的果位。那怎么了呢？那是很难，这个境这个字到西方就得到了，一言是吧，略言之，一言一记一书，对不对？
包括无余。那这个净，西方极乐世界就包括这个净。你看，六级佛颂表示说，从因克果，修因克果的艰难、步骤、麻烦，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六级佛就一切都实现了。你还不珍惜吗？对吧？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52个次位。这实信位是什么？实信位是相似即佛，咱还别说前面的观行记，还别说名字记，咱还别说理记，这前面三记不说，咱就光说后边这三记，啊，相似即佛、分正即佛、究竟即佛，就这三记就52次。而相似即佛是什么果位啊？证得人空真如啊，生死问题解决了，生死问题解决在证得妙觉，还有52个阶位。多难啊！初信已经跟生死无关了，到七信思烦恼一断，生死就彻底解决了。你想，这才相似即佛，这要到究竟即还差2个呢，分证究竟。他那个意思，印光大师说，西方极乐世界包括这个净。净一言就能把西方极乐，一个字就能把西方极乐说清楚，就是这个净字哈。那这个一个字就能说清楚西方不怎么样，那么复杂的东西怎么可能一个字说清楚啊？这个字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字，对吧？西方极乐世界得到这个字，你要不去西方极乐世界，你什么时候才能从礼记佛正得究竟即佛？根本就不可能啊！所以就是讲净土的殊胜啊，啊，我们再往下来啊。那么一句者，信愿行也。不是说一句一记一字一句一记一书包括无余吗？刚才我们讲过这个净字了，我们讲了4次才把它讲完，还是5次。那么我们现在讲一句，哪一句啊能把净土包括完啊？信愿行一句。信愿行这一句话由3个字组成，三言，信愿行。你说它净土法门多简单啊，是吧？你说咱要说别的法门，那3个字就能描述清楚啊，你就能得到这个法门的纲要啊，就能得到法门这个关键，那可不一定，对吧？净土法门它就这么殊胜。你说你我不识字，你说我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你说我身体也不那么好，你说我精力也不够啊，你说我事物太多，一句者，一句就能去西方，一句就能把西方说清楚，一句里边就包括你该干什么，干完的结果是什么。从因克哪一句啊？信愿行也，信愿行就3个字就行了。净土多简单，不用六波罗蜜，不用37道品，不用5根5力7菩提分8圣道分，不用，信愿行就缺了，就办完了，3个字做到，西方就是你的。弟子规还1080个字呢，113件事做到真难。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信愿行得到了，如操左劝，右劝在阿弥陀佛那儿，到那儿把你的左劝一给，俩人一对，是就是你来了。啊，印光老师说，那为什么这一句就行了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通篇从头到尾就给你讲这3个字，为什么这3个字就能去西方？
这三个字，信是叫什么叫信，愿什么叫愿，我怎么做我就叫有愿了，我怎么做我叫有信了，我怎么做才叫行了，信愿行三件事儿。就讲这个，很简单，信愿行做到，去西方。这本书就给你讲，劝信劝愿劝行，多关键呢，不到十万字，特别丰富啊！你病的时候怎么保持信愿行？你上班的时候怎么保持信愿行？你临死的时候怎么信愿行？你有烦恼的时候你怎么信愿行？啊！我在爸爸妈妈面前的时候，我怎么叫信愿行？我在妻子儿女面前，我怎么信愿行？我出去做买卖，当宰相，参加社会工作，我怎么信愿行？就是一本信愿行的指南，太伟大了这本书。我们往后学，那么真的是每一字每一句都扣住信愿行，特别好用这个文钞精华。它不是纯理论的，给你谈玄说妙，让你云山雾罩，不是，特别的伟大。啊，你说，他说你有烦恼，啊，你会起心动念，你会有杀盗淫，你文钞精华，我昨天听到这儿，他说啊，学佛人呢。入手之处，要先从哪儿知道啊？先从所有佛菩萨、天地鬼神对我们的一言一行，不要说了，举心动念都悉知悉了，全都知道，如是掌上明珠，就和看掌上的珠子一样。修净土者，应该先从这件事儿开始，知道诸圣凡。悉知悉见，先从这儿知道，知道我们干这件事儿，圣人和凡夫，凡夫就是地狱啊，不就是鬼神，都知道。您可千万别拿他不当回事儿，那你知道了以后，你还敢吗？人前尚不敢为非，更何况面对佛菩萨，你敢干这个？你敢想这个？诸位。这印光大师这一例子，这一个逻辑一个讲出来，这一个道理讲出来，你还敢吗？起心动念，印光大师说，千万不要为，千万不要说人不知道，你就可以这样。人不知那是凡夫，我们只拘于一身，而诸佛菩萨、天地鬼神悉知悉了。修道之人应该先从知道这件事儿开始入手。暗室屋漏之中，暗室房间没有灯，屋漏是屋子的角，主静存诚，为恭为敬。你一个人在黑屋子里头犄角旮旯待着，没人看见你，主静存诚，则与佛合，你这个心就跟佛合了。临终必民必蒙佛引接引，你临终的时候一定佛来接引你，你看，对吧？你说我们自己独处的时候应该怎么处啊？我们有念头的时候应该怎么考虑啊？从哪个角度来想啊？如果你真是熟读文钞精华，你真的把老人家这点政策、这点教诲、这点教训，你都能做到，那绝对去西方啊！这不是闹着玩，而且他是。印光大师跟你说特别细，就是你生活从早晨一睁眼一直到晚上睡觉，咱们再讲说的睡觉，必须穿长衣长裤，不能赤体裸睡，不能随地吐痰，啊，在佛殿僧堂不能随便放屁，那应该怎么办？出去，放完了再回来。等气味散尽，如果实在不行，憋住提起，不久就化散下去，绝对不允许。
我这样做了怎么样？这样做了，投胎当厕所里边的蛆。啊，他说你们千万不要认为我印光大师，我印光说这话不雅听不好听啊，那么说人放屁的事儿。我真的是因为慈悲，希望在你们投胎到厕所当蛆之前，把这个道理讲给你们听。你说小到这个放屁，生孩子呢？有吗？生孩子怎么办？生孩子，现在人世人多不知生孩子之间跟观世音菩萨的关系，啊，什么剖腹产呐、啊，什么这个，全家人朗念观世音，不需一刻功夫，15分钟孩子就能出来。那有人说，这时候喊观世音菩萨是不是不恭敬？印光大师说不是不恭敬，是因为你没办法，你这样，并不是因为不恭敬而这样。那么家属，那先生在旁边帮着念，妻子不能默念，因为你在生孩子的时候力量很大，你默念会把身体憋坏，音调喊出来，声音越大越好。劝家属在别的屋进不来的人在别的屋也念，不需一刻功夫就能顺产下来。有生孩子的事儿啊，这跟净土没关系。印光大师说念了佛观世音菩萨顺顺利利把孩子生下来，自己还种了善根，增加了对观世音菩萨的信向信心。救你一命啊，这么好的机会，你念观世音最后平安度过，全正这本书里讲了，我们真正能够把它读下来，把它读懂，把它背下来，真正用它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即凡心成圣心。印光大师说光之文抄虽然文拙朴，我的文章很拙很朴素，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但是都是佛祖之成言。他说我为了初级小寮儿一寮儿，我是为了初级学佛的人容易明白，我才用这种浅显的语言给你写出来。就你千万不要，他说即便是做到了佛地，你证得了佛果，也不过就这些文字而已。应该果海果彻因缘就这一本书。印光大师是从来不自吹自擂的人，他说光之文抄是这样一种作用，你就知道这多宝贵啊。初级要通过它来进入佛门，到了佛的果地也不过如此而已。你为什么在文抄后外边还要看别的呢？而且元婴大师在这个序言当中说，为什么要读文抄？人事孔总，人啊事儿啊太忙了，实在没时间，所以读这个文抄。语无重见，没有重复的话，语无模棱，没有模棱两可的话，说你这样行那样行，没有，斩钉截铁，像铁案一样，字字句句都有说法啊。完一句者信愿行也，多简单。他就想了，这信愿行三者什么关系？非愿不足以起信，你没有愿望，你没有信，你不信西方，不足以起愿，不足以启发你的愿心。非愿不足以导行，你不愿意去西方，你就不能够产生行念佛。没有愿就不能产生行。非持名妙行，不是持名这个妙行，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也，那就没办法满你的愿而正你的信。你不是有愿吗？愿要满啊，你信的东西要正得，你光信不行啊，你正得吗？
那么非持名妙行，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这是一句者，你看我们好好学习，非信不足以起愿。你不信西方极乐世界，你说你愿意去，可能吗？你不爱这姑娘，你说我愿意跟你结婚，可能吗？非信不足以起愿，所以信愿行的信就这么重要。没有这个信，你就生不起愿心；没有这颗愿心呢，你就不愿意真干，对吧？那我是愿意考清华大学。我首先第一相信有清华大学，对不对？我相信有清华大学，是不是才产生了想上清华大学的愿望？是的。我有了这个愿望，想上清华大学，是不是我就得复习功课，准备考试？你看，非愿不足以导行，没有这个愿望，你不可能来真干、真复习功课。那么，非持名妙行，不足满所愿而正所行。你没有持名妙行，你怎么能够满你的愿望？你怎么能够正你所信的东西？你是想，你知道有清华大学，你相信，你也愿意上清华大学。如果你不复习考试，你怎么能够满你想上清华大学这个愿？你怎么能够证明你所信的清华大学真实的？整个净土就这三个字，你说这个法门方便不方便？深信，信完了，我相信，相信信里边一定有愿。你说我相信，我相信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是我不愿意去，这行。你要说信西方而你不愿意去西方，那你不真信。西方极乐世界你要真相信了，你没有不愿意去的，除了傻子。你说我信有西方，啊，你说最后我信我心是佛，我就是佛，心就是佛，佛在心中，我相信有佛，你不相信，你相信有佛，你绝对不可能，啊，不克服贪嗔痴，绝对不可能不读经。绝对不可能不行十善，你不行十善，你不戒贪嗔痴，你还是不信佛。你换句话说，你最多最多到名字即佛，你知道佛的道理而已，对吧？所以，非信不足以起愿，你没有信，你不可能有愿，没有愿，你不可能真念佛。没有念佛这个妙行，你不可能满你的愿望，也不可能正你的信。所以这三是什么？一即三，三即一。有信就必然有愿，有愿就必然有行，有行就能正你的信，就能满你的愿。三个字说起来有三，信愿行，实际上呢，就是这颗心。就说水、湿、水波，说起来有三件事，实际上就是什么？一颗心。啊，其实哪有非愿之信呢？哪有说这个信没有愿的呢？你看看，我说他特信，但是没有愿望去，哪有不行的愿呢？你说我特愿意去，但是我就是不念佛，有吗？所以这三个字，信愿行。啊，心愿性就是体相用，大乘的体相用，信真如，信西方，啊，就是体啊，信为体啊，信为道源功德母，是我们道的母亲，功德的母亲，它产生啊，就和湿产生了冰和水一样，信为道源，修道的开头。它由信而产生修道，
由心而产生功德，那就是体啊。我们有妈妈的身体才生出我们来，没有母亲这个体能有我们吗？所以信就是真如体，就是大乘体，就是我们经常举的例子说的水的湿性。你信什么？信真如，信有世界，有西方，信我有这颗真如心，阿弥陀佛也是这颗真如心，阿弥陀佛用这颗真如心打造成来西方极乐世界，我也有这颗心，我一点不比他少，他一点不比我多，那为什么我不能用这颗心打造出我的西方极乐世界？那等等，那你的心也能打造出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心那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这颗心的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那颗心的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区别？第二，阿弥陀佛是用48个愿把西方极乐世界，把他这颗心打造成西方极乐世界，你用什么来把你这颗心打造成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行，我们是同心，我们当然没问题了，心大家都是一个，同愿你也用48愿同行，他就是念佛成佛的，同行啊。释迦牟尼佛也是念佛成佛的，十方诸佛舍此门，不能上成佛道，不能下化众生，说绝了，十方诸佛都是念佛成佛的。你看，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信就是大乘体，没这个体什么都甭谈，没有这个水的湿性，不可能有冰和水。愿呢，愿望，我有这颗愿心，就是大乘相。就是真如的相，愿望，我愿意去那儿。行呢，就是大乘的用。那么信、愿、行这三个称之为大，大在哪里？没有比净土法门更大的了。为什么叫乘？信、愿、行就是车子，能把你载到西方，叫大乘。我们学的是大乘。无量寿经为什么叫大乘无量寿经？它是哪点大？体大、相大、用大。净土法门大，大在什么地方？大在体大。没有一法不是净土法门，那体多大呀？相大，净土法门的能力，净土法门的功德，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功德太大了，对吧？没有一法不是从这儿流出，没有一法又不归到这此地。所有的佛讲经都是净土法门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注脚解释而已。相大，你看西方极乐世界的能力，我们说相就是能力，你看西方极乐世界多殊胜啊，功德多完备啊！我们看《无量寿经》上描述的，是吧？七宝池八功德水，树讲法、鸟讲法、水讲法、生风讲法，那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都是阿毗跋致，啊，然后一生多有补处，啊，根本就数不尽，对吧？啊，光明无量。是人民也是光明寿命无量，你看这相多大，这能力多大，这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在因地，我们只要信，我们只要愿，我们只要行，信就是我们说的是法身，信真如，愿就是般若，没智慧能愿意吗？你愿意去就是智慧，就是般若呀。你这个信最后就产生你的法身德，你这个愿最后就产生你的般若德，真有智慧。行就是你的解脱德，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也得行，
你现在也在行，你在行什么？行杀盗淫，这个行，解脱。那么这三个体相用加在一起，就描述了大、信大、愿大、行大，对吧？你说这三个哪个不大？你信西方大不大？这个信太大了，到那成佛呀，对不对？我不是成人天，成人天，成小乘，成菩萨，不是我成佛。我到那儿去，我信我能成佛。这个信西方就是最大的信，这个信太大了。我愿意去西方，这个愿那最究竟了，没有比这个愿更高的了，没有比这个愿更圆满的，这个愿也大。六字洪明持名，这个行，这个行也大呀。为什么？它果大呀。这个行给你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呀？证佛果呀，去西方啊，一生不退呀，一生成佛。你说这个行大不大？给你带来的结果大不大？你还有哪个愿比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愿更大的、更究竟的、对你利益更大的？你还有哪个行比这个念佛去西方这个行、持名妙行更大的行啊？你还有哪个信比这个信更大的？比这个信更究竟的？比这个信更有智慧的？没了，这是大信、大愿、大行。所以，莲池大师说，是莲池吧？啊，念佛是大福大德、大智大慧、大圣大贤的勾当。全用的是大字，六个大：大福、大德、大智、大慧、大圣、大贤的勾当。转娑婆成净土，非同小可因缘，这可不是小因缘呐。所以我经常跟朋友说，我说你得念佛呀。他说为什么呀？我说你别拿时间干别的。你想成为有福的人吗？那当然，谁不想成为有福的人呢？你想成为大智大慧的人吗？想啊，那就得念佛。大福、大德、大智、大慧、大圣、大贤。你看，所以这个信西方这个信，大家可千万别小看，这可不是像信我们一般的信。信五戒十善，信人天，信好人有好报，这信西方是大信，愿意去西方是大愿，因为到了西方，四弘誓愿就能满。那么印光大师说了吗？这个世界什么愿都完成不了，只能到西方才能满愿。所以，心愿行这三个字，我们说起来三件事儿，讲起来很容易理解，但是真正是言简意赅，太殊胜了。就这三个字，把住；就这三个字，做到；就这三个字，成天来衡量自己，我真信吗？我真信为什么还会起心动念？我真信为什么还会生气？我真信为什么还会真贪怨，还有贪爱？我真愿意去西方，我怎么会放不下这些东西？我真有持名妙行，我能不持戒吗？等等，这三个字做到了，六度万行就全包会了。所以信当中，究竟信一边一定有愿，一定有行；究竟行里边一定有信有愿。你说我六识当中，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是念佛，我特精进，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我行到这个份儿上，你没信你行吗？你试试，5分钟你都坚持不了，你没愿你能这么干吗？所以这三个字，一而三，三而一，一个字就含过前两个字，任何一个字包括另外两个字，非常圆满，这个
非信不足以起愿，没有信不可能产生愿望，非愿啊不足以导行，没有愿望绝对不会念佛，非持名妙心，没有持名妙心不能满所愿，不能满你的愿，也不能正所信，而正所信也。净土一切经论，皆发明此旨也。净土所有经论，发明就是阐明、阐述这个宗旨。净土法门的宗是什么呀？净土法门的宗旨就是信愿行。你掌握这三个字，净土一切经论都不用看了。你看，净土一切经论皆发明此旨也，都是在说这三件事儿。众生闻者，是吧？那你看，佛说阿弥陀，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一直到若七日，一心不乱。啊，众生闻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所以者何？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全是说劝愿、劝信、劝行，啊，净土一切经论，无一例外，皆发明此旨也。当你看到这个经论，在讲这个信愿行，那它就是净土的经论。这是净土的三法印。什么是净土？具备深信切愿、持名妙行，这个阐述这个文章，你就可以给它盖这三个印，就是净土的经论。换句话说，你是不是修净土的人，也在这三件事上。这三个章的盖在您身上，您就是修净土的。除此之外，您不能说是您是修净土的。三法印，净土的三法印，夸夸夸，这三个章一盖，啊，认可，印就是认可的意思，你是修净土的人，啊，所以净土一切经论皆发明此旨也，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不用读太多的经论了吧，无外乎万变不离其宗旨，就是信愿行。啊，这是讲一句者，啊，就是净土法门嘛，一句就能概括，包括无余啊，包括无余，信愿行。那我这一句，一个字，我觉得净字儿哈，我希望您再说几句，是吧？到了净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一个字儿包括无余，一个字儿不太过瘾，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来一句吧，再多点儿。信愿行，还从一个字变成三个字儿，还不行。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心里啊不太踏实。那么，一记者一个记字，也可以把净土法门说清楚。记字可比句脚多多了，是吧？一记者，赞佛记也。赞佛记，再多点吧。也没多到哪儿去，就是一记。啊，你要说一个净字，你就明白上根人。不说了，中根人信愿行，三个字儿明白了，还不行，还觉得不形象，是吧？信愿行太抽象，太枯燥。一记者，赞佛记，啊，赞佛记上讲什么？赞佛记全是形象思维啊，有光有色呀。哎呦，这是凡夫哦，那行，我们明白了。不理论，不抽象，不冷冰冰，有血有肉，阿弥陀佛，身金色。你看，这马上就有感觉了，是吧？身子是金色的，我们有身。啊，相好光明无等伦，相好，漂亮啊，光明啊，亮啊，无等伦，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伦是同样的意思，同辈的意思，无等伦，你根本就没有跟他一样的。你现在能看到的所有众生形象，你没有一个能跟他相比。你还说什么？
百毫婉转无须弥，没端上这个一个毫毛，婉转卷在一起，多大？五个须弥山这么大，这眉毛，五个须弥山，一个小世界，它的中心是须弥山，一个单位世界。这个单位世界，按黄念祖老居士说，就是我们这一个银河系。这个银河系中间的黑洞称之为须弥山，那太大了。阿弥陀佛的眉毛当中的一根儿，在眉端上盘婉转盘在一起，像五个须弥山那么大。有感觉了吧？有感觉了，跟心远行不一样，跟静不一样。我跟你说一个静字儿，哎呦，这静字儿怎么叫静啊？静不行是吧？心远行，行吗？也信，开始有点感觉了，信吗？愿吗？行吗？行还不行？一记，那下根呢？那必须得给你活灵活现的说出来。他把这佛身给说出来。你看，白毫婉转五须弥，干目澄清四大海，乖乖，干目澄清的目，眼睛啊，晶莹透亮，清澈无底啊，澄清，多大呀？四大海，四大海，啊，四个大海。那么大，这是他的相好，这是他的体相。他讲了眉毛，讲了眼睛，讲了身体，讲了光，有什么本事吗？对我们能怎么着啊？我们能得到什么利益啊？众生得到阿弥陀佛什么利益啊？光中化佛无数亿，放光。这光可不是就咱们这光，开了灯就完了，最多能照个字，照清楚。那咱人家那光能化成佛，多少个呀？无数亿，数不清楚的亿，亿本来这个数字就很大，还是无数个，光中就化了。相好光明五等轮，它的光没人能跟它比，比什么呀？光的远近没法比，光的能力没法比，光的作用没法比，没有一个光能跟它比。这个光，那您给我们讲讲这光到底怎么那么牛啊？它能牛到什么程度啊？光中化佛无数亿，还怎么着吧？光都能化佛，这光化不了鸟吗？这光化不成水吗？这光化不成风吗？这光不化不成黄金为地吗？众宝庄严吗？佛尚且可以化成无数亿，西方极乐世界的水、鸟、树林、七宝池、八功德水、众宝庄严都能化。你说这光，你有能跟它比的吗？五等轮。化菩萨众亦无边。哎呦，您光化佛，光化老师行吗？那谁陪着老师来教我们啊？对不对？阿弥陀佛是佛呀，那你还得有观音师至跟着当助教啊，作为学生的代表跟着老师一块学呀。因为什么呢？我们老是碰到老师，没有一个同学给我们展示一下学习的成绩跟能力，这老师教的怎么样？哎呦，那您看看观音菩萨吧。您看看大势至菩萨，他是阿弥陀佛教的，您觉得他能力怎么样？哟，那信心来了，他太牛了，这个，哟，他就是跟我一样学成这样，对的，他就是学成这样。哎，你看他除了画老师之外，还画一帮子，画一大堆菩萨，跟着老师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你看我们说的阿难、舍利佛，啊，大目犍连。摩诃迦摄，包括提婆达多，
都是光中化佛无数亿，来到这世界上配合释迦牟尼佛来讲经说法。我们是众生啊，对不对？你老给我演电影不行啊，对不对？你老给我讲山河大地不行啊，他是佛，是佛，我们容易觉悟吗？不容易，对不对？你我是人，我最好从人身上学，对不对？你要说佛，佛太高了，我学不了。你要说猪，哎呦，猪那我也做不到，我这还得上个班，我还得，对吧？我还得洗个衣服，这猪他就，他那事儿我也干不了。像他那傻吃傻喝的，没事跟着念佛，我真做不到。我拿个人来给你比划比划，哎呦，同类，人家能成菩萨，从人成的，我怎么不行啊？啊，化菩萨众亦无边，佛有无数亿，菩萨是无边，啊。在哪儿？哪儿都是他化的菩萨。菩萨叫有情，觉有情。那我们身边看到这些讲净土的、修行净土的，那都是阿弥陀佛化现的，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当你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你会觉得阿弥陀佛就在你这儿，没有一个菩萨不是他化现的。无论你在哪里。东南西北，上下左右，都有菩萨陪着你。这个起心论里讲得很清楚，真如的用无边，真如的相无边，真如的体无边，成佛之时，一法，法界为一佛之法界。嗯，今天时间到了，这赞佛记还没有大概讲完，明天我们接着讲啊，下次我们接着讲。好，谢谢大家。